HFA 澳洲搵食。咁一年咧落咗几个星期雨咧，今个周末终于好天啦，大家咧都汹涌而至啊！我哋都唔例外啦，今日就去到呢个邦大海滩区。哇，真系阳光普照啊！咁我哋第一站咧就会嚟到呢间 Speedo Cafe 嗰度食嘢嘅。点解嚟到呢间 cafe 呢？原来呢间 cafe 咧就被誉为全世界 number one Instagrammable 嘅 cafe 嚟嘅，即系咩啊？即系打卡圣地咯。佢连啲卡位都系精心设计过噶。当然，全间咖啡最靓就系呢个位啦，望住个无敌海景。睇下个餐牌有咩食先。好，首先嚟杯 cappuccino 先。有嘢食啦，呢个就系 Wagyu Beef Burger， 当然要配埋薯条啦。跟住另外呢个就系烧三文鱼沙律，净系个卖相就可以够晒打卡啦。个包实在太大啦，最后都系决定用刀叉去享受啦。我哋食食下嗰阵时，见到个窗口位冇人啦，噃我哋即刻转位啦。最后就叫埋呢个甜品添，呢个就系呢度嘅 signature pancake。但系虽然话 signature 啫，但系个卖相就我觉得一般咯。
我都是比较喜欢在 Sherry Hill 的 Paddocks Pancake 多一点。总括来讲，这间咖啡的咖啡是不错的，个风景梗系一流啦，但系讲到食物同埋价钱，会唔会好似左手边嗰个姜饼咁呢？大家就得闲嚟试下啦。好啦，讲咁多啦，即刻行过去海滩嗰边睇下先。哇，啲泳装、比坚尼、小背心、滑浪板同埋水泡全部一齐出动。嚟到晏昼仲系咁大浪喎。你会唔会想嚟滑下浪呢？在右手边呢扎 apartment 全部都是望住个无敌海景噶，系咪好吸引呢？想喺海滩游水，仲可以嚟呢个泳池游下添。喺朝头早潮涨嗰阵时，个泳池啲水嘅 level 系同个海嘅一样噶。好，呢条片就去到呢度。如果中意呢条片嘅朋友，记得俾个 like、share 条片出去，俾啲 comment， 同埋揿埋个钟仔。咁未订阅 HFA 澳洲搵食嘅朋友，咁就快啲订阅呢个频道啦。咁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